坐等会儿。嗯？行，既然金哥都说了，23您拿走吧呢。你分，还给金哥别的。不是，那得把这个先给我打走吧。又到星期二的晚上了啊！今天准备了一个大灯，咱们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今天是全家出动啊，大小都来了。咱家做直播的卖东西的，我也来看看。这个灯什么情况？这么亮，怎么不够亮呢？不对，主要来看美女的。网红辣条免费试吃，还卖小鸡呀、啊。电器呢？看看电器。这是什么早期泰国的鳄鱼皮包吧？现在这无现金时代，这皮包有用吗？特价捡漏10块，这什么玩意？这个灯不错。要丢啊这！啊！四架了。这电扇5块钱。都华强北的货啊！正宗机。不让人盘子好吧？我昨天前天我昨天这河北的一部车牌，这是什么牌子？这是拖拉机牌照吧？这是个录像，这是个存储的，这是叫录像机吧？应该是叫监视器存储单位。电池的话，就是它电池特殊这么长，这么宽，这么长。这是个眼，两节，连着电池都这是个眼睛治疗仪是吧？对对对，原价10000多那个。这卖多少钱？一啊，卖多少钱？那个10件别划了，800。800啊？对。好的啊，我这都有这遥控器。哦，明白，我知道。遥控器在这儿呢。哦。这个充电器在车上呢。哦，800。肯定合适，我这还有。视频那个录的那个、哦、我知道，当时我小孩好像老要我要去买个这玩意儿，他不愿意带。还有视频吗？我知道这个。这孩子爱玩游戏的，这里头好些游戏呢。这是训练眼球。游戏可以治这小孩眼睛。哦，行。800这价格，不行，这里面还是仪器的。说能治疗，我感觉有点牵强。这是一个什么 F1 赛车啊？模型啊？这个不会玩啊？你有地儿？柯南。到我家。在卖咖啡的。可以啊，开灯啊，这不开灯怎么看啊？真不错，这是卖货还是来玩手机的？没有敬业精神啊！我这个灯挺亮的，怎么这么不亮了呢？这台电子管收你看问问，这是电子管吗？这个我红灯啊，这卖多少钱？350啊？对，我前脸哇不太行哎。我都想哈。这个钟呢？哦，这个碎，这个前面这个裂了。35。对，35，看看这个。马多少钱？你后面还可以啊。350。马多少钱？前脸不太好了。前脸不太好。看着还行。350的价格有点高啊，品相有点差点意思。
其实这是自己调出的香水吗？冰箱贴，上次小孩买了一大堆哦。这照的跟个祖宗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待遇挺好的。台湾烤香肠，我有一个台湾的网友，你帮我问一下，你们这是你们那里特产吗？有个台湾的网友啊，这叫什么？葫芦。哦，我以为叫歪瓜裂枣啊。可以叫歪瓜裂枣。啊、哦，这个不懂。这长得挺个性的。这过家里摆着玩瓜轮。哦。挺个性的。这是嘛情况？这灯都不开呀，这个灯都不开呀。这个灯感觉比较亮啊，是吧？这么亮啊，照的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，怎么看东西就不行了呢？这么亮，不聚焦吗？这是？这怎么像是老演员呢？这什么牌子？红灯。这个品相也不咋地，也差不多了，比刚才那个好一点。我说怎么是老演员呢？我有事多了，我见不着有观众。这一个钟成交了。这个小猫咪、啊、这有些成人玩具、啊、没人没法弄，你不让拍成人玩具太暴露了。这个自行车放在下面是干啥意思啊？占座位啊？早期的相机，哦，我这个灯往下面打就看得清楚了。火车模型声光版，小汽车模型，这小朋友喜欢。超级飞侠正版大音乐，超级飞侠申请出战合金玩具汽车，4块钱一个，10块钱几个？10块钱3个哦。哦，好的，这个。哇，这个。便宜呀、啊！你最大有研究，便宜、啊。这是 LV 的呀。这个135.6。怎么还有块六吧？对，要咱把六就磨了，那六毛咱就不要了。你可以打开看。这个是嘛一反常的那个玩意儿？啥不啥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卖这价。啥不啥不知道。下一个了，你要新，你拍那个看看是不？完全看不懂。10块，变形战士。这个拿给小孩玩是真可以。这样感觉是广东那边的尾货吧。
我感觉是浙江义乌的尾货，十块钱一件。老久没有了，老久没有了。都是在看玩具。热吗？这根本就看不懂这玩意。哪种货？全在挑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啥什么玉米素的啥。这叫挂件。我看看这个，这是一个索尼的收音机，那是一个索尼的什么呀？数码相机。我看看这个是什么？我看看这个。哦，卡片相机，这个相机多少钱？600。六百。对。怎么还在亮灯呢？王者基督啦！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 MD 机吧？这是 MD 机。这个是个快充，这个什么牌子？这是一个氮化镓，最高输出是25/3.25啊。这什么牌子？贝斯的，贝斯的。这多少钱？五十。五十啊？没有线啊，这都弄呗。啊？要贵，这个便宜，这个20。这个？对，也是快充，华为的。这个华为的。40瓦快充。这个支撑不起来。这个可以带笔记本。20瓦3.25啊。这能少吗？啊？能少吗？最低45。最低45啊，比你高啊。看你这个功率比较小，这个是看一下，这个是充电宝一体的，这个是18瓦的移动充电宝，这个不太好用啊。这个安克的贝斯，深圳市。氮化镓 Pro。那个就不一样了。20瓦3.25啊。这还破了一点点啊？那没破。40块钱吗？啊？没有线，这线买个线卡老贵了。我没有线，我闲鱼卖二手的，卖65了。我知道啊。这10块钱买好。那是有想象的。40买一个了，大哥。别乱走。啊？卖不了，别卖不了。你比如先生给他掏运费啊，这个不用掏运费了。一样，我运费，我现在发货几块钱，3块多钱一块邮件。我知道。到了哈。啊，卖一个吧。卖不了，最低45，大哥。45。那个还是个全新，几乎全新的，外边套着膜的。就没线啊，主要是没线。嗯，
哎呦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不愿意便宜啊，走这么远了没见我回去，一会儿再回去看一下吧，搞得有点尴尬。这个可以把笔记本带起来，非常不错一个机器啊，但是没有那个线，那个线的话好贵啊，啊，好尴尬啊。看有多少人吧。每周星期二的晚上啊，每周星期二的晚上，北京是每周六的晚上，天津是每周二晚上。看今天现在时间啊，哎，这个时间，这个看一下说，看时间，现在是晚上的8:12。纸随谁发财，这个财神爷不错啊，这个财神爷不错啊，嘿嘿，坐一会儿纸随谁发财，这晚上这样，在写作文呢，哇，这个什么剑啊？好吧，对吗？这李冰冰，花200多块钱当冤种的是吧？没事。那时候给他丢了，其实我刚才都想刷了，我感兴趣能便宜的。这玩游戏啊，这都不咋地，街机小游戏，出去玩啊，嗯，这不是很多直播间在卖这种游戏机吗，模拟器，这是什么呀？捏捏热啊？不用了，这个不是我的爱，不是我的爱好。要是搞个充气娃娃，那个摸一摸、捏一捏，我还有点兴趣。这个我有什么兴趣呢？儿童 T 恤10块钱一件，随便挑。这个特价，给您来特价，特价200块钱。这只能差点儿，看看啊，很便宜的，第一代是，还有三 G 特价一百。这买了，我们就在这样子挺好看。这大哥，老板，这多少钱？这个720。这怎么那么贵？80。我好像限量。20周年限定啊。香火圈的2000多，香火不圈的皮门口1000多。您自个儿先自个儿搜的。啊，这是20周年限定，马里奥的。20周年，看都没法看，现在下雨了，这都老古董啊。全游戏，哎，小玩意儿。下雨开始收摊了。这东西，缺，缺嘛呀？脑袋不能没啊？这个缺这，那个，那缺那，两面一点缺。
不缺这个。哎，你看没看出来缺这个？那个春卷头是能给吗？春卷头，给不了。好吧。想鼻涕。我网上搜了一下，也差不多这价格。我搜过，来了。是好的吗？好的。你扫，支付宝能扫吗？嗯。那个找，现在找不着你呢。好嘞。点收款。好。到了吗？没有呢。我这边什么显示到了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好，完美，拿下一个充电头。60瓦氮化钾，这是个新的呀。贝斯的，可惜没有线啊。是个新的，不白来，嗯，完美。网上这种大概就是60块钱左右，60块钱左右。这个40，他不想卖，不想卖我就走了，给我给我。哦，第二代 Pro， 第二代版本。回去再研究一下。